妈在干什么？在家开个零食小卖部。神仙妈妈上货了。喜欢酷米修哥美乐蒂扣个666。第一层零食你想吃哪几样？炫口果汁虾条。第二层放什么？喜欢巧克力快来点小星星。第三层放什么？1234567890桶糖够了吗？妈妈太宠女儿了。小学生都爱的食物玩具 DIY 来一点，还有会唱歌讲故事的棒棒糖。零食都这么卷了，第四层放什么？继续看，放学后来小卖部炫点薯片汽水，太爽了。妈妈太懂我们了，还有这么多。妈妈每次都不小心多买了一点点。还缺女儿吗？没有零食的小学生是不快乐的，你同意吗？说得太对了。大一小户零食小卖部营业啦！不设预算，买十份礼物，看看是哪些幸运的宝子会得到呢？出25万啦！谢谢你们喜欢。杂物店我又来啦！新款美少女幻想贴纸，挺美美的，分享给你们。太贴心了！喜欢做手账的宝子很多，每款来一点点。祝你们做手账天天开心！呼宝清空手账本了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混色荧光笔，每样来一点点。分享给喜欢画画的你，喜欢画画的举手。篮子快装满了，哪有漂亮的收纳盒？兔兔可爱，和我一样喜欢收纳的点小星星。数数有十个嘛？加一个够了吗？小学生的快乐。有帮手。妈妈说预算不重要，姐妹的心意更重要。回家去准备礼盒，开始装箱。每份礼物都有这些。一姐手写的感谢卡。你是从哪条视频开始喜欢我们的？书桌大改造还是姐妹 PK？ 你们的留言都会认真看，每颗小心心都是动力，一起向百万努力吧。你们猜妈妈买娃娃遇到谁？请问你是大一小姑吗？一份300，随便挑。是啊，看看这位小姐姐会买什么，选哪个娃娃，黑白的。若好是这样，还选了这身，也太会选了吧。眼镜选哪一副，哪双鞋配衣服呢？你们猜对了吗？还有什么想买的？次元少女喜欢黑色系，又美又酷。猜猜这次超支了吗？一共是怎么超了？关系付了吧。要坚持你们的兴趣哦。最近大家留言问，呼宝的兴趣爱好有唱歌、跳舞、艺术体操这么多，怎么做到自信又快乐？考了双百分。呼宝爱看书，做事蛮专注认真的，比起报学习班补课，更愿意带他去玩，逛街买好玩的，和小动物们亲近，参加他喜欢的活动，开阔眼界，锻炼胆量，还交到更多好朋友，这都是不同的生活体验。是坐在教室里上课学不到的，这就是呼宝快乐自信的秘密。